欢迎来到日内瓦外汇例会，为您带来了 Francisco Smarto 和 Vici di Mini 的时装秀，享受这个夜晚吧。我非常喜欢这个秀，这个时装秀，太让人难以置信了，太精彩了。这场时装秀简直太让人赞叹了。这场时装秀太棒了，我喜欢这些款。这就是本次日内瓦外汇例会，感谢您的到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